第八届新北庇护里以巴黎樱花季和精神复健康复武力为概念，精心打造樱花陶瓷盘礼盒，代言人黄子佼当场认购了101份。侯友宜恭喜黄子佼喜事连连，推荐他别忘了明年的明月里也要再选购新北的庇护工厂礼盒。戴上樱花丝巾，脚穿樱花粉皮鞋，黄子佼喜气洋洋推荐新北庇护里樱花陶瓷盘礼盒，当场认购101份，号召大家以行动支持庇护工厂。我自己很喜欢樱花，好不容易找到家里真的有一条樱花丝巾，还有这个粉红色的鞋子，市长你没有吧？好，好，一定要应景一下，希望大家看到我就想到今年的礼盒哈，新的礼盒就是瓷打造的，让我想到说，哎，这个好像仿佛提醒大家，不管世界怎么变化，不管我自己怎么变化，都要多做慈善事业啊，有能力就多帮助别人。刚刚您提到谁买了一百盒？院长啊，院长，谢谢您，谢谢您哈。那我们医院慈善不是比赛，我就买101盒。啊，没有了，这是真的，一定要响应一下，支持一下，行动支持。侯友宜感谢这些年来黄子佼不但代言，而且带头买，做出了口碑，也刺激了买气。因为哈，疫情我是有烦恼，我派了吗？庇护工厂500位的身心障碍者，他所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产品。因为经济的不景气没有得到支持，那我为什么要特别谢谢子佼？在疫情这段时间，他透过脸书，透过任何行销管道，甚至自己带头买，然后把我们的业绩冲上去，哇，不得了，冲到2亿，今年的业绩比去年成长了600万，3.8%。哎，华夏拍一个，我感动啊，我感谢。行善之人总能遇见幸福。侯友宜恭喜黄子佼老婆传来怀孕3个月的喜讯，也顺势推销加码采购明年的明月礼。拜托你一件事啊，既然有喜讯，你现在买101就没有关系，等到明年的时候，孩子明月的时候。再加个零怎么样？哇，没想到我们已经在管明月礼盒了哟。明月礼盒，那我加 game。你说是不是来新北压力很大？谢谢市长，谢谢哈，我一定会列入考虑啊。将来如果有礼盒的需要，其实市长也很清楚了。这2年只要我有礼盒的需要，我都选择新北庇护工厂。那不是因为代言，不是因为代言而已，是因为我真的觉得东西好。OK。今年的新北庇护里以5种动物代表精神复健康复武力，由巴黎疗养院幸福小站精心打造为陶瓷盘礼盒。大家看到刚刚看板，还有我们这边有5个可爱的小动物，它分别代表什么样的康复力？太棒了！你看买个礼盒，我们还可以更了解这些朋友啊，精神复健的5大康复力。我来马上连连看，自首力是杨妹嘛，对不对？哈，你不用指导我，我都记得。他还想偷偷给我作弊这样。这个松鼠应该是健脑啦，然后猫咪呢抗压啦，狗狗是融合，我养过啦，猫头鹰是产能。对不对？等一下，彼得老师正确吗？正确。哇！掌声鼓励鼓励。这种生动活泼的这种5种动物哦，那分别代表的我们的所谓的健脑力，还有这个融合力，还有这个抗压力，还有这个自主力哦，还有我们的产能力哦。那这5个力都是要能够结合出来哦，还有能够焕发出我们的生命的光彩哦。那这个就像我们不断的在陶瓷的烧炼、淬炼的过程当中，经过高温之后，才能够焕发出这种美丽的色彩。透过这样的一个作品，能够让大家能够聆听到我们内在的心跳，还有我们真诚的话语。那也邀请大家一起走入这个遇见幸福的美丽世界。樱花陶瓷盘礼盒遇见幸福，每份2路，共有5种图案，随机出货。11月底前购买5路组，可以享优惠价1299元。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各大网络购物平台的新北市庇护工厂网络商城选购。记者方健凯新北市采访报道。